主流今天的主流价格，得8毛左右，基本上都是要4块啊，要4块，看看价，7、8毛钱下去的多，中间的多了，腰部的多，好货还是少，但是区别大的呢，就是这个不好的货少了，不好的货明显的少。看来本身囤到这个时候啊，应该都是一份不好的货，也是由好货变成了不好的货，可能啊，灰牙的。什么的啊，留到这个点儿的，自己认为应该是好的。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小红心和关注。如果是有想存青苗或者是有出青苗的，也都想收便宜的，不是说都想收便宜姜，都想是低价收好姜啊，低价收好姜，即使便宜姜还真的有，你2.4块不一定收不到，2.5块也不一定收不到啊。那东西，但是你对于囤来说，肯定是不适合囤啊。你有毛病的、过水的，是吧？那便宜了，肯定也能收到。但是这个都想的是，我是便宜收好货。刚开始前几天就收的就少啊，咱们的客户也是等了3天，等了3、4天的时间。就是下不来价，后来那就是别收那么好的了，本来想收好的，后来就是照着钱来收的货。囤库的连续两年的就来问是，对呀、啊，是，就是他就觉得是这2年后边都好，就是你卖啊不如自己囤了，不如自己囤，所以他就靠着不卖啊。就是价格想卖，但凡有点卖的，就也得好价格。我估计今年挣钱的，就像今年啊，今年挣钱的，咱们也不知道能占多少，这个库奖不知道能占多少。现在库手里边有的还不少，咱们自己的客户手里边都有，都想着卖了之后再收。你现在大部分的，你就是青苗，估计这个时候啊，也保本也不错。一手青苗也一般情况了。清场了，28车都下去了，清场了。今天上了28车货啊，都下去了。Thank you.
今天稳啊，今天稳，个别的应用。存清苗储存商强收亏本的可能性很大，强收是就是不管价格高低，或者是这个的是的质量特好又收吗？收的总觉得明年会有机会啊，大概率也会有机会啊。我觉得就是多少的事啊，但你排除这个什么，排除这个你坏了，排除你这个是收的浆没过关，质量不过关都坏了，那个不算，就是正常的咱们囤出来，大概率还是有空间的，是有的时候就像今年这个水就是相对来说有点大，是个水分，连续的下雨。正常来说应该等靠个三天五天的，其实靠的时间越长了越好，对讲是靠的时间越长越好。但是后边呢又来了雨，27号左右可能又有，就是条件不允许啊，条件不允许，那只能将就啊。明年估计这个就是存在井里边也是一样啊，不光是库啊，存在井里边还少强点儿，稍微好一点，比库里能好一点。又上一车货啊，现在上了29车了，上了29车货。1:30上了29车。风这么大吗？我来了个大车，感谢随遇而安点亮的小红心啊！感谢老天，今天没有涨价，没有涨价。咱们看的是稳啊，也没有落啊，没有落。今天行情稳定，行情稳定。上了29车货啊，还站着一个车。
去年已扩种，今年又扩种，今年的红帽也没有销货去年多，受灾的只是个别，现在